减脂第一天，背挺直，对，身体前倾，眼睛看前方，对，好，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叫你，好。内心极不情愿，怕他坚持不下去，给他找个视频看。你看这个动物世界多好看，给你看这个，小孩子给我看这个动物世界是大人看的。你喜欢看什么吗？动画片。搞一个那个法治社会是吧？好，那给你看 B 站的罗翔。罗翔不是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我要看那个就是真正的案例，那个中央电视的今日说法。你爸妈也爱看今日说法吗？第一次吃减脂餐，你看我给你弄的健身餐，还有鸡蛋清没有做好。减脂晚上就只吃这么多了，内心无法相信。你晚上你还想吃什么？烧花呀，烧出去，烧子呢？好可怜啊！这还可怜？这么点当零食都不够。那哪可怜？有虾，有蔬菜，还可怜？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！你的目标是20斤啊？一天前。监督20斤。不想说话。还写满了无奈。女儿都不想要了。可怜。减肥第二天。妈，怎么样？感觉一天做两次有氧的感觉。这女儿真贴心。今天瘦了。今天瘦了？瘦了多少？我反正总共已经瘦了1公斤，现在是63.8，瘦了1公斤。所以每天坚持骑骑单车、做做有氧，是不是很好？好是好，就是太累了。又有胃口吃饭了。然后又瘦了。胃口什么时候都没有。胃口你什么时候都有。我什么时候都吃了，就是好吃，贪吃。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半个小时。还有半个小时。慢慢踩啊，慢慢踩。现在已经到5点了，我去看一下我妈还有没有在骑单车减脂。带你们去看一看。妈，很乖啊。已经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采访一下你，什么感觉？很累啊。很累啊。快结束了啊。结束了呀。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啊。好，加油加油，满身大汗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棒。感觉很棒。棒棒哒，我妈棒棒哒。待会儿我们就吃健身餐了啊。好，好有激情。这样下去轻松减20斤。可惜不是。我要记录你减肥，人生减肥当中第一次偷吃。没有偷吃。没有偷吃。那你刚刚那碗虾和那个荞麦面是谁吃的？坚决不承认。我没吃。没吃。不能偷吃。完了，这下彻底暴露了。哎，我自己吃的大哥。你自己在吃偷吃？我没有啊，我说我没有吃啊。你自己吃了？你偷吃的，我给我抓到了。那为什么是你打嗝不是我打嗝？我完全停不下来。我是因为肠胃有点不舒服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没证据，只能乐人先告状。你偷吃的被我抓到了，我现在就要惩罚你。你要么你可以吃掉那一碗，但是你可以再跑一个小时。嗯，你知道累就好。你累你还去偷吃？你偷吃这一碗，你知道多少才能消耗吗？所以你别偷吃了。那个也很干净的食物啊。很干净的食物，你今天热量也已经超标了。不是说干净的食物就可以随便乱吃，吃很多的。心累。没的是你饿了，你就可以喝点水啊，喝点水啊。这还是亲生的吗？给你搞个黄瓜吃吧，不然那是蔬菜呀、啊，可以的、啊。那刚才那个也是蔬菜，好不好？那虾还有面哎，你居然偷吃虾和面？虾也没什么呀，虾是高蛋白。你们这些，对呀、啊，高蛋白。但是你今天是不是已经吃了2顿晚饭了，对不对？你2顿晚饭，你还要吃什么？哪里吃2顿晚饭？就给了你吃2片肉，给你吃2片肉。你就要饿着你才能减呀、啊。想想就委屈。减肥特训结束。
这个麦片记得早上的时候冲着吃啊，你就是特别饿的时候，这个可以有饱腹感的，然后又比较低热量，好吧，你冲这个然后吃一根果冻，这个面偶尔煮着吃，用你的小锅，出差的时候也方便带，好吧。可以，你记得你饿的时候加餐就吃这个，不会发胖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我妈这个行李箱是真的坏心啊，真的太全套绿色，哎呦，一套绿，我这时髦，最时髦的行李箱。哎，妈，你舍不舍得我呀？不舍得也要舍得，我在你这里常住算了，你养着我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我养着你，你养着我吧。哎呀，那我养不养得起、啊？哎，养着我算了嘛。你就不走了 我不走了，你养着我了。哎，好吧，我偷电瓶车养你。去啊，偷电瓶车还可以的呀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偷电瓶车还可以的。可以，很厉害嘛。丫丫要加油啊！明天开始吃水煮菜了啊。那我要不要加油？你肯定要加油啊！你更加要加油，更加要加油。那你也要加油，你要加油减肥，你知道吧？妈，你会想我的吧？想啊，怎么可能会不想了？你是我的女儿。那你舍得我不？舍不得，我也舍不得你，我也舍不得你的。啊，可怜。嗯，那你要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身体，然后要运动，要运动，然后要吃干净的食物，好吧？好了，来，你走吧，抱一个。好。到了告诉我啊，请上告诉我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走啦。哎，把我妈送走了，我感觉还是好舍不得呀。